持续来关心中国无预警的停止进口我国的莲雾跟释迦哦。现在呢，这个国民党的党主席政见发表会，这些候选人怎么看呢？来看到卓博元，其实一上台，他拿出了三盒莲雾要给其他的候选人，希望大家一起挺农民。而朱立伦是说，如果国民党执政，一定可以很快解决这个插曲。现任主席江启臣认为，两岸一定要务实解决问题。爱台湾，挺农民。国民党主席选举政见发表会最后一场，20号在桃园登场。候选人卓博元一上台就拿出莲雾分送给台下的竞争对手，还邀大家一起合照挺农民。台湾人民是无辜的，你继续的伤害台湾的农民，你是帮助民进党最大的元凶。对中国伤害农民的手段，卓博元不以为然。前新北市长，同时也担任过国民党主席的朱立伦，则是把炮口对准民进党。所以我说，它不是一个农产品的问题，它是一个两岸的问题。而民进党处理不好，因为一个介壳虫现在停止出口。如果今天是国民党执政，两岸的事情很快就协调完成。而国民党主席江启臣身为现任主席，声势却比较弱，但看到农民生计受影响，他也提出想跟中国好好谈谈。凤梨、释迦、莲雾已经豁出不去了，国民党一定要力挽狂澜，我一定会委请领袖级的人物来赴大陆参加最近的即将要召开的海峡论坛，协助解决包括刚才提到的凤梨也好、莲雾也好、释迦的这些问题。国民党的主席之战，碰到农民受伤也得缓一缓，先为农业发声。华视新闻王曾汪前往桃园报道。